欢迎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，台北市发生了一起电梯之狼犯罪事件，目前警方已经调出了监视器，掌握到凶嫌的最新线索，要请只身在外的妇女朋友要多加注意。 像一个人，你留给我的回忆映着月光更深刻。如果说后悔可以杀一个人，我已经为你死掉多少次了呢？你的泪痕，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。 我现在才懂得，心疼你的心疼，想紧紧把你抱着，去弥补从前所有不完整。让我让你快乐，为你的微笑负责。 爱重生，视线是一道不能翻转的门，那时的年少轻狂，如今想来。 多闪着痕，只不过这个世上没有一本能够教我们如何相爱的手册。你的泪痕，你默默忍耐过的寒冷，我现在才懂得。 让我笑，陪着你跟我一起照顾时间的河。我老公下个月回国，我就要结婚了。永远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时候降临。人们往往在流逝之中看见了瞬间。 而那一刻，是最真实的。
消息，警方宣布大台北电梯之狼昨天已经落网，目前正在进行侦讯，如果有其他最新消息。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有一句话一直想对你说，祝你永远幸福。永远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时候降临。人们往往在流逝之中看见了瞬间，而那一刻是最真实的。